大家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30岁用什么眼霜好。30岁阶段注重对抗的是细纹、眼袋、黑眼圈，为延缓衰老，应选用质地醇厚、富有营养的眼霜，有效淡化细纹，预防眼袋，还可以加强保湿，到达加强皮肤厚度和消除明显黑眼圈的多重功效。在使用时，不能在眼部周围使用面霜。面霜对于眼部而言，营养成分过高，极易产生脂肪颗粒和引发眼袋的问题。